feeling confused. Is this really what love feels like? When I was with you, you changed my life for night. I broke the code for you. What was I supposed to do when I looked in those eyes? I left a note for you. I hope that when you read it, you don't cry.我们现在其实重点是宝物，这个只是附加的，很危险呢，这里有超危险的，这里超容易被发现。
算了，与结婚人啊你。哎、欸，花花。好可爱哦。啊，可以离婚吗？可以啊。啊，可以离婚。离婚要钱的。如果你们结婚之后到游戏结束都没有离婚的话，最后可以退300给你们。哦，那我不要离、哦，那不要离啊，为什么要离？啊，可能因为一直输之类的。离得很亏。对，离得太亏了。还是你要在那边等一下，你们两对新人一起。好好好，这样比较尴尬。泰瑞，哦，对不起对不起，差点摔死。还是你要在那边等一下，刷他刷新人，对不起。好啊，好，这样比较。不能嘲笑吗？可以。好。诞生了两对新人。哇！宿营结束之后，我就跟我的室友一起去我们之前约定好要去的一家餐酒馆，然后那边就我们的座位区跟以前我去过的那家餐酒馆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就是那个位置其实就有好有坏啊，好处就是可以躺着，这样就蛮好的，然后那边东西虽然有点小贵，但是是蛮好吃的。宿营已经结束了，就是在今天结束的。其实就是看得出来，就是他们的道具都特别的用心，然后做的蛮精美的，可以感受得出来，学长姐都很用心的在准备这一次宿营。我们是都有参加嘛，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全系的人都有参加。那我也不是要求，就只是想说学长姐准备的很用心，所以如果来年的学弟妹就是没有太重要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参加。当时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价位跟时间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其实有更少的人选择参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直属嘛，然后我室友的直属就有来问他说为什么就是我们不参加的原因，总招也都有传讯息询问，然后甚至有开表单询问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要参加。那当然我们宿舍都有参加啦，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还好，但是就是我们看着那些讯息就会觉得他们那种一开始的那种失望感就隔着屏幕都感受得出来。好，反正就是宿营很好玩，玩得很过瘾。这样，我们今天有个活动是有点模拟赌场的。我们的宿营是哈利波特主题，然后是我们会分四个学院，然后四个学院都是以1600的钱起底，然后开始每个人开始去赚，然后去赌，然后去下注，这样子我们就可能幸运女神眷顾，我们那个学院就赚了10000多块，一万多块，嗯，蛮好玩的哦。结婚吗？我们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赚更多的方式，就是跟你的学院的巫师结婚，或者是跟跨学院巫师结婚。你赌，如果赌赢了，你的会赚的更多。然后我就跟我同学院的人结婚了。对，然后也我们学院也有跨学院，就是跟其他学院的人结婚。
我们虽然我们学院还是有单身的人，但是因为我们有结婚的，然后也有单身的，单身的那两个人呢又很会赌，所以我们的赚的钱就超级多，可以说碾压其他学院。好怕被打。我室友都跟我不同学院。好，就这样子，反正呢宿营很好玩，所以如果学弟妹以后来高一或是去其他地方有宿营的话，还是希望学弟妹能多多参加。就这样，拜。我现在要去卸指甲。身为一个拉琴人，虽然现在没什么在拉琴了，但是我还是落下一个不太爱留长指甲的毛病。我觉得两个月已经是我的极限了。现在虽然是秋天了，但是还是一样的热，就你出门还是会流汗的那一种。I'm up so high, and I ain't coming back for a while. I'm on cloud nine, but it would be better with you here by my side. If I fall, you'll see a star that's shooting. Wish for me, oh girl, you're gonna lose it. I'm way too high.卸完指甲了，现在要去拿披萨。今天是10月10号，是国庆日，然后我们宿舍的人因为宿营的关系都没有回自己的家，所以为了让生活更有仪式感，我们宿舍决定买一个罪恶餐来稍稍庆祝一下。没错，我快要融化了，超热。All that I know, but even when they're gone, girl,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ll never forget you. I'm up so high, and I ain't coming back for a while. I'm on cloud nine.宿舍。